候选人之间的历练，还有提出来的政策，应该不难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抢青年票，侯科赖接力桃园座谈，赖清德压轴登场，喊做对事，选对人重要，国家路线蓝绿有别。美国是民主的国家，中国它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，分清敌友啊！现在是哪一个国家扬言要并吞台湾？现在民进党政府是兵凶战危的现状，这是不对的。两岸不稳定，你该把货贸、服贸你怎么看？我一定有能力来面对两岸的关系，让它稳定下来。主张两岸平等对谈，但这可不是侯友宜说了算。柯文哲不提中国，锁定民生议题，专攻民进党。那么打炸国家队，又弄了一个变了13亿的预算啊，其中10亿是做广告跟修整那个办公室。国家已经变成最大的国家诈骗队。好，下任总统不要给我打高空，不要给我讲那什么伟大的国家愿景啊，什么梦想，我都不想听。不要贪污，诈骗啊，黑金啊，这些问题。刚才问你一句话，要做不做而已嘛？到选举你才要做，要什么打炸国家队？蓝白联攻，诈骗泛滥，柯文哲也借机会分享生存之道。所以人家说，欸，你要选总统，怎么跑去开演唱会？你如果都跟人家打一样，我现在跟你讲哦，我们这种。我们号称第三势力的打包围家的直白，民众党要活下去，就是得跟别人不一样。三人畅谈总统愿景，嘟嘟侯友宜最后又口误，许错愿望。不要侯友宜当市长，不要侯友宜当市长。30人实名起，林凯君、郭文轩，台北、桃园报道。